他在庆元只有老婆跟孩子，但是他在入狱之前已经跟他的妻子刘佳离了婚。不管顾明卫之前的表现如何，我们给到位的监管措施必须到位。根据新入角人员相关规定，将顾明卫先列入严格管理等级3个月，看他的表现。社区服刑人员顾明卫，现在对你进行宣告，你在假释期间内由城区中心司法所对你实施社区矫正，你必须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社区矫正有关规定，服从监督管理。谢谢你，吴主任。希望你在这里好好工作，遵守工厂的管理规定。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。你刚来，那就先做搬运工吧，下午就来上班啊。好，好，下午再来。工作呢，虽然苦点累点，但是呢，有稳定的收入，最起码能解决你的基本生活问题的。谢谢你，吴主任。社区还能帮我解决工作，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感谢你了。顾明卫，你会开车吗？老张病了，今天的货一定要送到龙泉去，不然的话生意就没了。这样，你去一趟。经理，我会开车，但我是社区服刑人员，我外出县城，我必须请假。还请什么假？你到底去不去？不去，我叫其他人去。你明天也不要来上班了。小猫同志啊，喂，经理他，喂，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。可是我有原因的，仓库的王经理非得叫我去，不然就叫我别上班了，我也没办法。鉴于你违反了社区矫正管理规定，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，我们决定给予你一次书面警告，累计3次警告，你就会被建议撤销假释并收监执行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没事啊。月月，你没事吧？月月，叫你不要往高处爬，你为什么不听话？你不听话！不能打。
等什么？走啊！妈，我来看你了。你喊谁呢？顾明伟，你给我走，给我走！阿姨，她也是一番好意，您先别急，先听我们说两句啊。叫你走你不走。我走了，你再擦擦。阿姨啊，你看你帮我的泼一身水，现在让我们说两句吧。我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刚才不是冲着你的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没关系的，我们社区矫正小组呢，今天就是专程为了顾明卫的事情而来。他呢虽然犯过错误，但是在监狱里表现优秀，现在呢有了社区矫正的机会，我们家人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呢？吴主任，你不知道吧？当初不是我们佳佳要离婚，是顾明卫他先提出来要离的。阿姨，我去了刘家。医生叫你妈的时候，你就是我最亲的人。当初我犯了错误，终于我现在回归社会了。最亲的人不能不见，再打再骂你都是我亲妈。你先别这样子，我还没答应呢，你总得给佳佳一个交代吧。阿姨，你先考察我吧，不要马上答应我什么，我今天就来看看你呀。顾明卫，你踏入这个家门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阿姨说的对，你应该找个机会和刘家谈谈的。舅爷住院了，他先天性心脏病发作。你们在哪家医院呢？我马上来。月怎么样？他，吴大王不答应我不会去找你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可是孩子手术他需要一大笔钱，我能靠谁？靠我，我来想办法。我是顾明卫啊。哎，喂，能向你借点钱吗？喂，小毛同志啊，我女儿心脏病需要动手术啊，要十几万呢，能向你借点钱吗？顾明卫，你先别急，我和吴主任呢会帮你一起想想办法的。好，拜托你们了。哎，老顾，顾明卫，刘虎。怎么啦？你说啊。能借点钱帮我救救孩子吗？行啊，老顾，多大点事儿啊。我记得你以前好像在建设局上班的吧，怎么样，找到工作了吗？谢谢老同学，我出来后一直在做搬运工作。当年的好学生干力气活，别闹了老兄，到我公司来吧，我搞建筑的。好。后来呀，大雨从天而降，浇灭了火焰，他的头上出现了一道光环。他慈祥地对王后说，一个人只要自己承认错误，并且为此而忏悔，就会得到上帝的宽恕。哎呦，老公来啦！你要到我这儿就安心干，好好干，以后我罩着你啊。喂，明卫，
交的手术费呢？医院说月月可以做手术了。刘总，静，哎，老公，你这么客气干嘛？来，坐坐。刘总，不坐了，我只想问一下，你刚才在医院已经帮我垫了月月的医药费了吗？是啊，老公。我一定好好干，不仅还你本金，还还你利息。哎，老顾，你这就见外了。只要你跟以前的老领导还熟，还联系，以后还得仰仗老兄呢。帮我把这件事情办了。谢谢。小马同志，你在哪里？顾明卫，是月月做手术的事吗？是也不是。顾明卫，我昨天跟吴主任商量过了，我们准备先凑点钱寄给你。手术费别人帮我交了。已经交了？钱谁给的？我的一个兄弟。一个兄弟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顾明卫，你有什么困难你讲出来，我和吴总会帮你。但无论如何你要记住，月月的病痛是身体上的，医院可以医治。但如果你再一次做错事，将给月月心灵上带来无法愈合的伤痛。所以为了月月，顾明卫，你一定要做一个好爸爸。什么？顾明卫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怎么可以收这些钱呢？你不要妨碍我做事，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从来不需要这些钱。顾明卫，你别拿我当借口。把包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Dreaming on in my head like I've seen it. A life worth living is a life with meaning. I'll do what I love till my heart stops beating. I'm feeling. 月月呢？在这里，来。月月，没事没事，没把你吓着啊？没有。没事就好。
我们曾经犯过错误，要勇敢面对，并从中成长。我的妻子和孩子曾给我许多的欢乐和幸福，而我回报的是痛苦、失望、很蒙羞。但我们也是幸运的，我作为一名假释人员，是司法所给了我生活的勇气，是他们的真情和努力让我在关键时刻悬崖勒马，没有是我重蹈覆辙。现在我的妻子和孩子，我们一家人收获了来之不易的幸福，谢谢你们给了我们一个温馨的港湾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最后我想跟大伙说，错误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次，顾明卫在社区矫正期间不顾个人安危，协助公安机关抓捕犯罪嫌疑人。现在我宣布顾明卫的假释法院期满，原判理刑罚执行完毕，即日起依法解除社区矫正。Thank you.